单挑5-0开局，威金斯上演逆风翻盘。面对身材比自己更加强壮的扣篮大赛无冕之王阿隆戈登，威金斯一上来就遭到了戈登的强力冲击，0-0落后。信心满满的戈登在威金斯面前祭出了一记干拔空心入网，随后的戈登打得更加自如，撵着威金斯突破转身上篮命中，甚至在篮下利用时间差晃飞威金斯，轻松将球放进篮筐。戈登以5球优势领先威金斯，但是转折点出现了，威金斯在空中挡住了戈登的前进路线，后者单手上篮未能命中。首次拿到进攻球权的威金斯一招变向急停干拔，篮球颠进篮筐，翻盘正式开始。4球落后的威金斯并不着急，先用一记干拔缓以颜色，紧接着用一记美如画的翻身后仰跳投将比分追至3-5。此时的威金斯坚信自己的手感滚烫，连续2次使出后撤步跳投，追平比分之后，威金斯距离翻盘成功仅差2个球。当威金斯观察到戈登前后站立的防守脚步时，他果断选择横向撤步跳投拿到赛点。此时的戈登就算全力防守也为时已晚，威金斯连进7球翻盘成功。